换到下一个部队。哎呦，也是跟着球长讲好。哦，是是是。明天要球赛，球友谊赛一下。啊、对对。哎，照了风俗也差不多。哎呦，马西派杰的太太来，今天晚上要招待他按奶级的。哦，是是是。而且一问过这个导游跟这个翻译说，也是要照单全收，今晚一定要有一点作为。哎呀妈，贪丢呀！哎呀，不就是嘛，什么不作为不行，占人家的礼俗啊。哎，晚上太太送来了，啊，也是把这个事要办完。这办完的过程中间，这个太太奇怪了，一直在讲呼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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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呼啦呼啦，那讲什么？什么呼啦呼啦的言语又不通，不管了，做完就这样算了。明天跟他先生打球，到了球场去打球。哎，有一个什么十码的这个距离的哦，在果岭上面是。哦，咚，哎呀，停掉了。哎，在六码左右，本来要打十码，六码就停掉。哦，那土人都上来看那个球去，呼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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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什么意思？太短了，距离太。